中国語の放送です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周的中国语消息，我是乌人，我是前田洋子，我们又见面了。最近前田在忙什么呢？正好在那个冬季奥运会收起的冬季奥运会之前去了一趟俄罗斯旅游。去俄罗斯吗？那应该很冷吧？十月份去的，天气刚刚好，穿一件小的连衣裙，外面套一件小风衣，刚刚好的季节。那跟我们想象的气候是完全不一样的，是吗？我觉得好像是想的太冷了吧，其实没有那么冷。是这样，那里有什么跟？那肯定是不一样的，俄罗斯是什么样的感觉呢？比如说我们中国是亚洲文化吧，嗯，虽然是邻国的俄罗斯，它是那个欧洲的文化，嗯，跟我们那个文化的差别挺大的，嗯，比如说古典音乐呀，嗯，古典芭蕾舞啊，嗯，比如说我们大家都喜欢的那个花样滑冰的运动员，马尔强，浅田真央，对吧？对对对，浅田真央，他的教练就是俄罗斯人。是啊，那就是也许可能明年的那个冬奥会的时候，对马尔来说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机会，应该是，因为他好像也经常在俄罗斯那去练习。他要是得金牌的话，我们会很高兴。大家应该都很高兴。那希望我们将可以在明年的冬奥会的时候，在从电视上看到当地的风景。好，那首先由前田带来本周金刚市的消息。11月市内イベント情報，十月份金刚市内举行的活动，下面将为您介绍十一月份金刚市内举行的两个活动：青叶标志灯花灯点灯仪式。青葉シンボルイルミネーション点灯式。今年青叶标志灯上的花灯将从11月22日开始，在这花灯点亮冬季金刚街道的时节，也请您穿着棉衣欣赏美丽的花灯。点灯仪式将于11月22日周五，花灯截止至2月16日。点灯时间为下午5点至晚间10点，地点为金刚市青叶标志路葵区。交通从 JR 金刚站徒步走10分钟左右。有关青叶标志花灯的详细情况，请咨询金刚市观光城市宣传科，电话号码为054-221-1228。工作人员将为您用日语解答所提出的问题。第二，清水港排档节（清水港屋台祭）即新金刚市诞生10周年纪念活动，届时会有40多家金刚当地的餐饮店参加排档，还会有演奏等舞台表演，很多精彩丰富的活动等您与您的家人一起来玩。日期为11月23日、11月24日，时间为上午10点至下午5点，地点为 JR 清水站东口活动广场。详情请咨询行政科，电话为054-221-1011，工作人员将用日语为您解答疑难问题。好，谢谢前田。接下来是有关地震的小常识。南海トラフ巨大地震に備えて、今週のワンポイントアドバイス。ペットはどうなるの？宠物怎么办？发生地震时，宠物会遇到什么样的情况呢？可以预想到以下几种情景会发生：烧伤或受伤、迷路、宠物的主人因死亡等原因无法继续饲养宠物。以备不时之需，请为宠物也准备防灾物品，准备至少1个星期分量的宠物食品和饮用水，还有餐具、消毒药品、纱布、绷带、牵引带、颈带、笼子或宠物体带等，还有猫砂、宠物用卫生垫、旧报纸、宠物照片，以防丢失时使用。从现在做起的事情有：在宠物身上挂好名牌，记载宠物名、主人姓名和联络方式，为宠物接种疫苗、打狂犬病预防针，训练宠物言听必从。
如果发生地震，请与您的宠物一起避难。请事先确认好您家附近的避难所是否可以携带宠物，因为有些避难所是不可以带宠物的。静冈市准备在大地震发生时建立宠物用救护中心，救护中心可以为宠物治疗伤病，还可以照看宠物一段时间。此外，还会发放宠物食品及用品。好，以上是本周的中国语消息，我们下周再见。